早會開始，請同我一齊打聲招呼。各位同學早晨，校長早晨，老師早晨，同學早晨。今日有一項宣布，今日校服公司將於有個操場派發校服，至到四點半，請同學預留時間領取校服。12月11日就正式換季。而家請將時間交俾向邊老師。各位同學早晨，咁咧最近考完 UT 啦，咁當然要做好反思啦。唔知大家有冇去好好檢討下自己過往一啲嘅學習習慣啦？咁預備下一次啦。咁今日咧，我想分享嘅嘢咧就輕鬆少少嘅，反而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啲網絡嘅資訊啦。咁我哋好多時候咧都機不離手嘅喎，諗下回想下，你哋今朝翻學嘅途中咧。你打開手機睇咗啲咩資訊啦？例如你係咪stalk 咗人哋嘅 IG 啊，或者係出下 WhatsApp 啊，睇下有冇老師提醒你要小測啊？又或者咧，會唔會睇咗一啲 YouTube 嘅頻道呢？咁其實咧，我覺得現今嘅資訊好多啊！好多時候我曾經諗過咧，好似係部手機教咗我哋點樣做人，咩係啱，咩係錯。因為好多時候咧，我哋潛移默化咧。接受了很多不同的資訊，我們又不懂得去判斷。那今天呢，我又不會是教大家怎樣去選擇對的網絡資訊，而是我想跟大家分享多一樣的資訊，讓你們有多一個選擇的。那我呢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呢，就是一個外國的電視節目啦， What Would You Do？ 那其實呢就是一個在 YouTube 上可以看到的片段啦。咁其實咧，我打算分享嘅時候咧，我都睇翻自己啦。啊，原來我都睇咗呢個頻道3年嘅咯喎。又或者我再揾下資料嘅時候，發現原來呢個頻道而家已經有10年嘅歷史咯喎。咁其實佢係講緊啲咩嘅咧？咁佢每段片咧都係10分鐘左右嘅啫。咁咧，其實佢係講啲咩嘅咧？咁我就讀一啲嘅標題俾大家去諗下，究竟呢個外國嘅電視節目其實係分享緊啲咩資訊啦？當唐氏綜合症嘅店員被欺負嘅時候，你會怎樣做？當睇到有人昏倒喺路旁嘅時候，你會點做？當種族歧視啦發生喺你面前嘅時候，你會點樣做？當你見到咧有人扮跌倒一些詐騙事件呢，你會怎樣做？聽了這麼多的標題，大概大家都知道了。那這個電視節目說什麼的呢？其實呢，它是測試一些途人啊，或者一些旁人啊，在人家有需要的時候，它會有什麼反應的。那呢，我就選了其中一篇啦，想跟大家分享的，就是當你見到一些流浪漢被一個店家趕出餐廳的時候，你在當中，你見到這件事發生，你會怎樣做的？其實故事就說一個好心人就給了20元美金，這位的流浪漢帶了他入一間餐廳裡面坐下了，跟著那個好心人有事要離開了。咁跟住啦，離開咗之後發生咗咩事呢？就係、是、餐廳嗰個老闆咧，不斷用唔同嘅言語去侮辱嗰個流浪漢啦，甚至佢可能拎咗佢20元美金，即係相等於港幣160元左右啦。咁咧，佢都係嗌佢快啲離開啦，你翻去流浪漢之家嗰度啦，或者呢個地方唔係應該你存在嘅喎。咁咧，不斷咧嘅老闆不斷咁樣言語去侮辱呢個流浪漢啦。當然啦，其實嗰個流浪漢咧，同埋嘅老闆咧，都係演員嚟嘅。咁其實唯一唔係演員嘅咧，就係當中餐廳嘅其他人啦。佢就測試緊嗰啲人會有啲咩反應出嚟嘅。咁咧段片咧就拍咗4種人啦。第一種人，佢就同老闆投訴喎，唔好俾佢坐喺我隔離啦，影響我胃口㗎。不如你叫佢打包啊，嗌佢快啲離開啊。跟住第二種人喎，連望都冇望佢嘅，
一種可能用背脊扼住佢啦，不時望到佢嘅，跟住咧就嗌老闆叫佢離開啦，又或者甚至之後咧有電視節目嘅人咧去訪問翻佢，同佢講翻呢一個係一個測試嚟嘅。咁佢咧都好堅持，其實佢會覺得係嗰個好心人做錯咗嘢，佢唔應該俾20蚊帶佢入嚟呢間餐廳入邊，佢唔應該喺呢個餐廳入邊。好啦，咁第三種人咧，就開頭咧就嘲笑佢喎。例如啦，可能流浪漢就話：不如你俾可唔可以賣個三文治俾我啊？咁老闆咧就不言冇講嘢啦。咁咧嗰個人咧就講咗句啦：你賣俾佢啦，橫掂你後面有咁多廚餘。聽唔聽到？其實咧一開頭咧嗰個人咧都係有嘲笑嘅成分、侮辱嘅成分嘅喎。咁但係去到最後啦，當個流浪漢真係離開咗個餐廳啦，咁嘅時候咧，嗰個人咧，咁個老闆咧就加強嘅語氣啦，因為老闆係演員嚟噶嘛，咁佢就話：係咯，我應該咧寫張紙禁止流浪漢內進咁樣先啱嘅。咁咧，但係嗰陣時咧，嗰個人咧，你知唔知佢咩反應啊？咁咧，佢就講咗一句唔確定。反而咧，佢就落咗單，叫咗一個三文治，仲要叫咗一個係最豐富嘅三文治出去拎咗俾嗰個流浪漢。係啦，佢嘅行為咧個反差都幾大嘅喎。跟住啲節目嘅主持人咧就去問翻佢點解有呢個行為啊？咁其實咧，佢咧都講咗一啲嘅字句嘅，咁陣間會同大家分享喎。我講埋第四種人啊。第四種人咧就隔離坐咗個伯伯啦。一開頭咧，個流浪漢咧坐咗喺出邊嘅時候咧，伯伯都有俾錢佢嘅喎。跟住入到嚟餐廳嘅時候啦，同樣老闆咧繼續用言語去羞辱呢個流浪漢啦。咁嘅時候咧，佢問話可唔可以俾一杯水我啊？咁咧嘅老闆唔俾啦，又話繼續用言語去鬧佢啦。咁嘅時候咧，伯伯咧喺嗰一刻咧係將佢手中嘅一杯水咧俾咗個流浪漢嘅。咁咧呢個測試入邊咧，你會見到四種人啦。其實喺你現實生活中都會見到喎，你可能都係當中嘅其中一份子啦。唔知你哋係呢四種人嘅邊一種啦？咁咧，當咧其實印象最深刻嘅咧，反而係嗰個反差好大嗰位嘅先生啦，即係開頭嘲笑，最後買咗個好豐富美味嘅三文治俾流浪漢嘅。咁其實咧，啲人訪問翻佢嘅時候咧，佢只係講咗一句 ：I try to do the same thing。佢咧有分享到嘅，佢曾經咧都遇過一啲不幸嘅事情啦，或者人生都係低谷嘅時候，有人去幫過佢嘅。咁其實佢都係做翻同樣嘅事情。咁其實咧，好當中好多嘅字句咧，都會令到你反思噶。例如啦，佢哋會講啦，你係一個錯嘅位置度，即係流浪漢唔應該喺餐廳嘅。我就會諗啦，咁流浪漢係咪應該咧？如果佢有錢啦，佢入到嚟，咁其實我哋係咪應該去招待佢咧？咁諗好多唔同嘅問題啦。咁其實咧，我哋睇到一啲咧可能唔公義嘅事情啊，或者係需要人咧去伸出援手嘅時候，你哋會點做咧？其實咧，當下咧，你講出嚟、企出嚟、伸出援手咧，其實係最有力量嘅一個行為嚟噶。咁其實咧，另外啦，因為我哋咧太習慣咗咧合埋嘅嘴，或者甚至可能會有時見到一啲唔啱嘅事情咧，我哋都會視而不見啦，會覺得好似唔關自己事嘅。咁其實希望下次咧，我睇咗呢段片咧，呢個頻道可能都3年左右噶啦。咁咧，其實我會有一種感覺咧，就希望自己咧遇到有需要人幫我幫忙嘅時候咧，我都可以有勇氣去企出嚟，可能咧向佢伸出援手啊，或者你言語上對佢有啲支持啊。咁其實咧，網絡嘅資訊就好多好豐富嘅。咁我咧就想同大家分享多最後一個故事啦。就是最近最新的，就是當你見到咧喺餐廳有人執到1000蚊嘅美金，1000蚊嘅美金講緊嘅可能係8000蚊嘅港幣咁樣啦。咁你嗰個人咧刻意隱瞞喎，唔
俾翻嗰個錢嗰個事主啦。咁其實成件事都係餐廳度發生嘅。咁你見到呢一幕啦，你會點樣做啦？咁網絡嘅資訊好多啦，好多元化啦。咁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咧，你喺 YouTube 度咧可以去 search what would you do 啦，或者你怎樣做中文係。咁咧你可以去睇下呢個故事啦。如果你哋睇完之後咧想同分享嘅，可以嚟揾我啦。分享嘅時候可能我俾翻啲小禮物你哋嘅。咁其實咧網絡資訊好多，咁我哋不妨咧揾一啲咧。我今日又唔會教你點揀嘅喎，因為太多啦。你哋可能咧，我建議你哋揀，或者你哋都會覺得我中意睇就睇啦。咁我今日咧只係俾多一個選擇你哋，咁咧就係去 YouTube search what would you do 啦，反思一下一啲社會嘅一啲嘅行為啦。又或者唔使去反思嘅，當中都冇教俾你講俾你聽咩係啱咩係錯，只不過係將一啲嘅事情啦、行為啦表現喺你哋嘅眼前啦。咁今日嘅分享咧，就希望大家多一個網絡資訊去學習學習啦。咁不如我哋一齊低頭祈禱啊！親愛天父上帝，好感謝你讓我哋翻到嚟學校當中，都知道 UT 完咗啦，事件陸續咁樣派發，求主咧都係賜智慧俾每一位同學。好讓他們好好檢討自己過往的學習習慣，從中呢學習去改善自己的方法，為下一次做好準備。另外啦，現今的社會呢可能會見到很多人需要援助啊，或者見到一些不公平的事情啦，求主都是賜勇氣給我們的，讓我們可能呢可以都會伸出援手去幫一幫身邊的人。以上簡短而不完全的禱告，奉靠主耶穌基督不勝之名而求，聖阿門。